望，即使同样的天空啊，此生有你陪我闯荡天涯。似曾相识的一幅幅图画，冰封的记忆渐渐融化。在等待明天未知的回答，结局总是一张无奈的好人卡。别再佩戴虚荣做成的面纱，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是战无渣。不要害怕，相信我吧，全力冲破命是我啊啊！我在表彰栏里看过你，风铃晚见义勇为救人一命的风同学就是你吧？不要再提那件事了。喏，就是这些，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明天没有好转迹象的话，再回来找我。腹泻的话，还是可以喝一点白粥的。啊，谢谢老师，那我先走了。哎，等一下。这是啊，预防药，吃了这个不容易腹泻的。这味道好像很熟悉啊。谢谢老师，那我先走了，拜拜。嗯，好的，拜拜。龙之泪一颗50000，好心疼，好心疼。这可怕的气场啊！还真是尴尬的盛宴，紧张的修罗场啊！自索孽不可活。我们寝室的人已经中招了，听医务老师说，已经有很多学生肠胃出了问题。哦。看来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才行。你倒是帮忙解个围呀！够了！腐化症属木，需要以金来克制。我们四个人每人一道雷公符，东南西北各一道。我在东，苏大人在南，双儿在西，冯西在北。北角的雪眼刚好就在这家彪先生门口。就在这里吗？催动雷公符和炼气之法相似，输入一定量的灵力到符里即可，所以抓紧修炼炼气之法，力量的平衡至关重要。少了无法发动雷公阵，多了符在没有发挥功效之前就毁了。我一会儿就去努力修炼。那么多谢前辈出手相助，这种小事真是劳您费心了。哪有啊，人家才上大一，经验少得很，还请多多包涵了，燕学长。风夕，啊，鱼子已经剃好了，趁热吃哦。风夕，烫已经不烫了，张嘴哦。啊，这真是张嘴，吃这个吧，鱼凉了不好吃。我去修炼，先走一步啊。
成功了。那就试一下吧。好的。好像它简直像切豆腐一样。看来情况良好，那么我这就去报告师兄。好，我再练一会儿。嗯，那明天下午2点集市前分头行动。拜拜。哦，拜。那我也走了，拜拜。拜拜。能在这种情况下练成炼气之法，我真是天赋异禀。就是这里了。找到血眼了，风息就位。东方，燕昭雪就位。西方，孤霜就位。哦，就位。好，还有30秒，及时持续1刻钟，只要在及时内同时催动雷公符，发动净化阵，就可以完成任务。预备，开始。哎，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客人一个都没有。啊？我靠！又是这小子，又想来拆迁啊！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竟然有人敢动我的腐化阵！净化阵已经启动，都成功催动雷公符了吗？是。成功了！等等！你先镇定下来，即使还有1刻钟，慌乱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办法，风清，你先打开手机 QQ， 我现在传给你一道雷公符，然后再试一次。利用道家最新技术开发的道符 APP， 应该能解决问题。我靠，居然真的有 APP！ 我问一下，这玩意儿为什么是收费的？这玩意儿居然是收费的！是在意这种事情的时候吗？快下单！这破玩意儿居然要38，你确定你没有在逗我啊？我们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催动自己的雷公符，但坚持不了多久。风心，加油！我相信你。风心，小心！有一股妖气往你那儿去了，应该是犯人，是犯妖。冲着净化阵最弱的一脚去了吗？闪开，别挡道！那是什么？好像是个大妈。哇，真是好身手，广场舞锻炼出来的。想尽把我的腐化阵，活得不耐烦了。风心，坚持住，我这就过去。风心，双儿且慢。如果都配1半以上的血眼，这阵就无法再次启动了。肺部妖气很弱，有苏大人在应该不成问题。在苏大人赶到之前，拥有炼气之法的风息，应该可以撑一阵子的。哇，有毒蜂过来了！就是你吗？坏了我的好事！什么？你是食堂大妈？小阿姨，没大没小。为什么食堂大妈呀？你不是人类，被你识破了。没错，我就是独孤妖。这是什么妖怪动手啊？大妈，你冷静点，有话好好说呀。现在是文明社会，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本来我好好的隐匿于第二食堂，用蘑菇包子融入饭菜，利用包子吸收怨恨的精气来修炼，饭菜越难吃怨气就越多。干的，
然而最近你们这群穷的只剩饭卡的学生竟然宁可扔了饭卡也不肯吃食堂，一个一个都跑到外面吃，这给你们惯的。你做的饭到底是有多难吃啊？不过没关系，我给周围所有的饭店小摊都下了孵化阵。这样一来，但是你胆敢破坏俺的计划，这是活得不耐烦了。没办法了，只好使出炼器，就用这个手机吧。但是，成熟的香菇富含大量的孢子，吃下这个菇就能吸出你全部怨恨的精气了。不要啊！而且那蘑菇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动啊？来吃吧，很好吃哦。不可以！可恶！我拼了！你是？也许明天只是重复过往，也许渐渐忘记什么是希望。风雨时带走记忆的温暖，时而带来远方的微凉。独自一人远走，才发现只不过是随波逐流，但路上的每个美好瞬间仿佛都让我想起你的笑容和呼唤。我总是追寻着你，追寻着你的足迹，去脸上尘土，沿着你走过的漫漫长路，抬起头再次去迎着风向前奔跑。就算永远看不到遥远的尽头，也不会放弃寻找。世界的边缘也许会在某一天隐去，那时我和你再也不会有距离。你是什么人？花宝，太多雷云中爆炸，快疏散周围的人！果然又是你小子干的！以风夕同学的品行，一定会负起责任的。哎，你有下载腾讯动漫 APP 吗？没空。我最近在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克伦理学。哎，我有原创作品在上面连载呢。那又怎样？又不帮你高考加分。腾讯动漫还给了我高额的稿费哦。哼，钱又买不来知识，俗气。我缺个助手，你要不要来搭把手啊？先帮我拍两张照，我要当绘画参考。麻烦，摆这种姿势，你到底画的是什么鬼作品？你有兴趣了？并没有。哟，你有新漫画更新了。好嘞。这是你的手机啊，我刚只是借来用用的。原来你，腾讯动漫，爱装逼的同学都在看。